为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新年好。这一次返回澳洲参加学会，在图文吧做了一桩事情，这也是我们从2000年移民到澳洲，移民部长嘱咐我一桩事，就是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在早一些时候，我是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像新加坡的宗教9个宗教，那个时候团结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他看到了很欢喜，要求我到澳洲啊，也帮助他做这桩事情。我们用了到今年17年啊，2000年，今年2017啊，这17年当中做成功的啊，图文巴的市长，各个宗教的代表，最近这个3年每一次见面都欢欢喜喜的告诉我，我们宗教团结起来像一家人一样，像兄弟姐妹一样，这非常好的难得的事情。唯有宗教团结，社会才有安定和谐啊！我们用什么团结？用的是世尊教给我们的四摄法。摄是摄受众生，摄受众生4种方法。第一个布施啊，布施跟6波罗蜜的布施用意不相同。6波罗蜜的布施是属于持戒啊，菩萨教化众生，第一个就是要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修这3种。那么摄受大众特别是对于佛教没有信仰的啊，那我们这个布施就是建立感情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多送礼多请客啊，是这个意思啊，从这儿下手啊，然后有爱语，有力行，有这些接触，我们把对方感化过来啊，让他对佛法渐渐有认识，有感情，有爱好啊，这样才能够入佛门。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宗教要用这个方法，宗教就可以团结，族群用这个方法，族群也可以成为一家人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许许多多
我们新去的地方建立一个道场，啊，能够在这个地区把佛法逐渐传播，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四摄法是有必要的，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效果都非常好，啊，学佛。为什么要学佛？这些年来，我们不但重视修学佛法，另外我们还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啊，我们也用四摄法，得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好处？好处实在是说不尽。啊，真能够落实，儒跟佛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幸福、快乐的人生。啊，这就是修身，它能够帮助我们家庭和谐，帮助我们家庭幸福美满，这就是齐家。啊，帮助我们事业顺利，帮助我们社会和谐，事业成长，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这些我们都是迫切向往的、需要的、希望得到的。啊，唯有大乘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带给我们，啊，能够让我们事事如意。在今天这个世界，由于我们把圣贤教育丢掉了，把宗教教育也疏忽了，啊，造成先前动乱的社会。这个动乱，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啊，都能够有深度的体会到如何恢复安定、和谐、幸福、美满，这就需要宗教教育。宗教不是迷信，啊，宗教这两个字，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什么叫宗？什么叫教？什么叫宗教？啊，宗。诸位查字典，字典上有宗有三个意思，有主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尊崇的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如果再加两个字，就更清楚、更容易明白了。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人类不能没有宗教，
啊，没有宗教，社会一定动乱，秩序一定失常，灾难频繁。于是我们把这个名词意义仔细观察，就知道今天社会动乱，我们生活这么痛苦，原因就找到了。啊，那要怎样化解冲突，怎样恢复安定和谐，认真落实宗教教育，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教育，它是宗教教育啊，有这三个定义去看，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重的教化，儒有，不但有，他教得很圆满，道也有，佛也有，就中国传统文化是三个宗教支持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或者是文明，如果没有宗教做根基的文明，寿命都不长啊，很少超过300年，这个文明就消失了。那么现在在地球上，地球曾经有20多种文明出现，全都没有了，只剩下现在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为什么中国传统文明现在还能存在？啊，我们用汤恩比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传统文明由儒释道做根底，它有三个宗教，三权鼎立，所以到这个时代它还存在。啊，虽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学习，这个传统文明也有危机，危机已经很明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稀有难得的瑰宝，它能够带给我们智慧、福德、健康、长寿啊，它能够给我们幸福快乐的家庭，能够帮助我们事业成长，无论你做哪一行业啊，都能帮助你成就，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可是现在真正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少了，没有过去那么多，没有过去那么样的热烈啊，什么原因？我们把中国老祖宗东西放弃了。全盘西化，向西方人学习。啊，西方是科技文明，中国文明是伦理道德的文明。
内涵完全不相同。按科学技术是好，不能没有，但是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这种科技是不圆满的。啊，如果有野心分子运用它，那就是争夺权力，造成负面的影响。啊，这些事都在我们眼前，我们都看到。所以如何让社会安定，让和谐再能够出现，这是许许多多人的愿望，大家共同期望啊。也有一些人来问我，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也是西方一些汉学家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但是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现在也没落了，中国佛教十个宗派，小乘两个宗，大乘八个宗，十个宗派的传人都失掉了，都没有了。我学佛到今年66年，我入佛门是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方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感到非常惊讶，佛是宗教，怎么会有哲学？他告诉我，你还年轻，那个时候我26岁，他说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他是这样介绍给我的。啊，所以我是从哲学进入佛门，以后亲近张家大师。啊，大师告诉我，你要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走弯路，不会走上邪路。啊，叫我读释迦谱、释迦方志，这都是闻所未闻。啊，这两部书念了之后，才知道释迦真的是方老师说的，是大哲学家。不但是大哲学家，而且是大科学家，啊！我们现在发现，现在量子力学所研究的成果，跟《大乘经》里面讲的一模一样。啊，我们跟佛学就对了，跟佛学要遵守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啊，先把戒学好，把人做好。啊，戒律很多很杂，我们一般人特别是生在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所以净宗学会成立，那个时候在美国，我提出五项五科，
我们守五课就够了。第一个，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孝亲尊师是我们的基础。没有孝亲，没有尊师，你就入不了佛门。正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孝敬两个字。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最重要的是祭祀。我们祭祖是孝道，我们祭老师祭孔夫子、孔老师是师道。师道跟孝道融汇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佛法也如是，一开端就把这个放在第一条，然后再提升到三规五戒这个戒律。戒律我们遵守三规五戒十善业道就足够了或者是沙弥十戒再往上提升，这就是大乘大乘里面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不能修大乘。菩提心是什么？《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第一嘛。我们学这个，以这个为基础，然后修学六合敬，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六合是佛门的规矩，无论是在家出家，四个人以上修六合敬，这叫僧团。这个道场诸佛加持，龙天拥护家里面父母兄弟姐妹六个人在一起也能修六合敬，功德如佛所说另外入佛门学习佛法，修戒定慧，从戒定慧入门有戒定慧才能够入，没有戒定慧不能入。三修基础奠定之后向上提升就是菩萨，菩萨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再提升那就是大乘菩萨，大乘菩萨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学这些法门，这属于戒律。我们能够遵守，容易记容易不会忘掉，时时刻刻想到，时时刻刻要把它做到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断惑才能真正，就断烦恼，烦恼很难断断不了烦恼能不能成就？只有一门，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叫
要大开圆界，宗门要大彻大悟，教下要大开圆，很难所以最近这一个时代，南洋中国河南南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人老实听话正干，这三个条件很难具足，他具足了。师父给他剃度，他出家，20岁出家，师父只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了，他真干了，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92年往生往生自在往生。这个人以念佛的功夫修行，修到理业行不乱，跟禅宗的大彻大悟平等，跟教下的大开圆觉也平等。但是师父告诉他，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所以他证得这个阶层，他一句不说，一般人看不出来不是行家不认识他，他给我们做榜样。实在是他要往生极乐世界，20-30岁的时候他就具足条件，他就能往生。他要活到112岁往生他的事迹现在写成书了，大家可以看到真的能帮助我们。我们以他为榜样，我们学他行没问题决定能成就。所以我讲经讲到58年，我自己想想宗门教下我都没有把握我把它放下，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觉得这个我有把握所以晚年把讲大乘经教放下了，一生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念念求生净土，念念想着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我劝同学我们想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是最安全最妥善的一个方法，人人都能做得到，一句阿弥陀佛都会念怎么样才能有把握往生？秘诀就是要放下外缘，对于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这些东西要放下天天想着，天天念着，我要早一天往生极乐世界，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这就对了。好事善事有缘要做没有缘不去找事情做清净淡泊就好只要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就足了，就很满意了，与这个世界无所求于事无争，
与人无求，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功，没有一个做不到啊！这是最安全的方法，这一个法门会度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众生，依这个法门都能得度。我们很幸运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净宗法门啊，遇到了无量寿经，下天去的无量寿经啊，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解药啊，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我们只要抓住这两样东西，大无量寿经进修解药很容易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功，没有一个不得佛力加持的啊！这是我这一次回来跟大家见面，把最重要的这修学的纲领、修学的经过、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感受贡献给我们念佛同修啊，供养大家。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将来都是莲池海会的道友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只说到此地啊，希望我们同学们认真努力。这一次回来是接待联合国的一些大师们，让他们看到我们做的宗教团结啊，图文宝做出成绩出来了，可以让他们来参观，让他们来考察啊。所以这也是佛门一桩好事情啊，宗教和谐，宗教团结，宗教一家人啊，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啊，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世界和平啊，这都是我们附带所的真正的事业，念佛往生啊。谢谢大家。